大家好，我是张东西啊。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呢，把我加入这个购物社团。那这个是叫做啾啾团购啊，啾啾团购。那我们一样老样子啊。啊，因为这个新功能就是说可以留言，可以放照片哦，所以我把它来放一个这个我先做预先做好的一个照片哦。那老样子啦，留言部分还是写这个已售完啊，已售完，给它 enter 下去哦。那接下来还有时间嘛，我们继续给它留言哦。那这部分就快转过去了哦，一样哦。那接下来还是一样，选一张，你不放照片也可以了，就已售完了。哦，你回应过的 po 文或内容已被作者移除，且不接受留言。当你看到这个时候，就是你被踢了。この番は、现任男友、谢谢。